最后一位灾祸领主是拉法姆的头号喽啰特卡恩，我们必须团结合作才有可能击败他。英雄们，对上火焰灾祸领主特卡恩，我不知道你最后的把戏是什么，但反正这就是你最后的挣扎了。飞蛾又来扑火了吗？吾等愤恨不满之烈狱，已被灾祸的烈焰照耀成光荣之火。我的宝藏！幸好我手上还有这些。我从灰烬中再次崛起，当你被人遗忘，我将成为传说。嘿嘿，快看看这个好强的法术。嘿，你是故意不理我吗？不是炎魔，我来教你怎样才叫真正的魔法火焰拳。我回来了，火焰之灵，出来吧。我也是。手烫烫的来了，接好。这魔法，糟了！不要告诉托格瓦哥。我来教你怎样才叫真正的魔法。由虚无诞生的力量。今天你走运。胆的凡人，我来教你怎样才叫真正的魔法。我来教你怎样才叫真正的魔法。火焰拳，感受吧。以沙为雕塑，完美的作品。
烈焰的愤怒。完工了。进攻！上了，上了！迎接我胜利的火焰吧！以沙为雕塑，完美的作品。
望没人发现。我重生。拉法姆和我说过，你会开口求饶的。水晶，卡扎克斯的水晶。强大的魔法法师帽，总算有想要学了。我重生了，你撑的已经比其他人更久了。啊哈，这些是我以前找到的宝物。我需要更多法力才行。服从或死亡。成历史吧！我重生了！嘎巴鲁吉，可可鲁吉！这个素材就 Q 我。帮我赶瓜子，准备变成历史吧。我重生了。准备变成历史吧！逮到你喽！我重生了。
始吧。完工了。Ah!
去吧。胜利！倒下一个，长出两个。
准备变成历史吧。我收集的宝藏应该能派上用场。我也找到了几样宝藏。我代表协会感谢你提供的协助，艾达拉。黑暗之火会吞噬一切。痛苦的扭动吧，这招只对傻子有用。灾祸，奥丹姆就是你的，但之后就看你自己的本事。我已经拿到我需要的东西，那些探险者交给你了，祝你好运，拉法姆。
并非所有流浪者都是迷失路。为了探险者协会，恩说的最终灾祸是什么意思？拉法姆跑到哪里去了？达拉人不见了。确实如此，各位朋友，我担心这件事情恐怕尚未落幕。